下去，不然你会掉下去哦。又来了，他上来了。他跑掉了。他吃什么？鱼饵没？他饿了是不是？你看看，有没有被咬到？会痛吗？会痛吗？该看之类的。哎呀，好好笑哦！不可以再去摸了。好了啦，没有。他好棒哦，他得到萌棒耶，你玩一玩，还有腰的，我的哪一只，他咬比较痛还是 Lucky 咬比较痛？没关系， Lucky 吧。你不要再靠近他了，我咬人了。不要再给他靠近了，他回去水里面了啦。他脚也是他在玩车水。